今天洛杉矶突然间刮起大风了。哎呀，我这棵这么漂亮的花给它风吹倒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养了多少年才养得这么漂亮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好可惜，好心痛，你看。断了，哎呀，心痛死我了！你看，就是这么一棵，哎呀，只能把它一颗变几颗了，从上面这边掉下来。找一个盆子再把它种起来吧。说不定这还是因祸得福呢，它上面这边有可能还会长一些小芽小苗出来哈，小芽。这一颗豆会不会也被风吹成东倒西歪了？长得非常的茂盛，就一颗，你看，它就一颗，就是从旁边发了很多芽出来，不过现在都被细菌虫害了。这个是菜花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菜，小芥菜，还是雪里红的，我就把它当做。一会儿的时间哈，我这一颗彻底的小小菜园彻底的被吹倒了。哎呀，这几颗花还是把它摘下来吧，还是把它摘下来了，要不然风吹的时候，到时候这颗。安全一点，把它拿下来。放哪呢？先放这吧。这颗也拿下来。这个异蕚很容易哈，它那个一小不小心碰到它这个小珠珠，它就会掉下来哈，所以放的时候尽量别碰到，放这边吧，应该不会掉吧。这一颗要不要拿下来呢？还是把它取下来。这颗是浮梁，
棵就不理了，让它挂着。看，这些都放在上面，这边都被吹下来了。看这棵小番茄也是都被吹倒了，先把它扶起来。很大颗的，你看，把它摔断了。这个花也断了。应该还可以吧。看一下。